有很多网友说，在这个奥运会时认识了潘展乐，也喜欢上了潘展乐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，这么多人的关注会给你更大的动力还是压力？你觉得？我觉得都没有吧，我还是我自己，因为他们，就像以前我说过的那句话，他们给我加油，我也不可能真的快；他们嘲讽我、诋毁我，我也不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变慢了，慢的跟他们想象中一样，又不关心，然后看了以后也不会对我有影响。